脸孔神殿。哎呦，这怎么打？这怎么打？我还是打赢的。太重了。一头八死。哦，就这样。What?好怪的神殿。哎，有炸弹。蜜穴，What?
啊！这个是去哪？啊，这个敲了就不能那个了、欸。这也不会开，嗯，是要拿罐子砸哎、欸，应该是要拿这个砸吧。有那个象棋，哇！可是我这没有那个，嗯，这一关要怎么过啊？举不起来啊！一下，他那个血会不会可以下去、啊？靠背。我力量不够啊。
都不对。都不对，怎么着？打不起来啊！靠！靠腰这个人。白痴哦！
这个也找不到。哦，锁匙，小钥匙。我现在有遇到可以开钥匙的门吗？鸟嘴，妈的！嫩，终于有地图。太虚弱了吧，这个英雄。Come on.
右边有一个门。这是什么？阔鱼？干！我真的不要砸到死哎、欸！怎么闪他的球啊？跑那么慢。被自己的球砸死。这也没用。啊？啊？被困住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啥意思啊？我过不去啊，这个。还是不能打人闪。我完成了。天哪，这个游戏。
这已经不是用头脑可以玩。对啊，他这样上去就会消失啊。大家算也是打赢那一只，也没给什么东西。照理说该给点什么道具之类的吧。地图如眼，攻其双目，破壁而入。地图如眼，攻其双目，破壁而入。啥意思啊？难懂了吧？
抱歉。的意思。哪里有双路啊？地图如眼。这哪里像个眼？双目，What？在放了，
怎么可能？宫崎什么双木啊？是不是我有什么道具没拿？我觉得我有什么道具没拿？村子还有什么可以买吗？跳起来不能射。